贴近时事，聚焦国际，欢迎收看 TVN 华语新闻。您好，我是张忠林。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焦点。雪中四名匪徒在十分钟内劫走80万令吉的金饰。登州政府等待国会通过355法令修正案，再来决定是否落实一刑法。英国航空公司发生大规模的系统故障问题，多趟航班被迫取消。星期六晚上，雪兰莪州丽悦购物广场的一家金店发生了一起抢劫案，四名持枪匪徒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劫走了80万令吉的金饰。庆幸的是，没有人在这起事故中受伤。这起金店抢劫案发生在昨晚7:30，地点位于购物广场底楼的一家金店。根据广场内的一名女员工指出，案发时金店内共有四名女职员，四名匪徒戴着头盔，手持铁锤和枪械闯进金店，砸烂玻璃柜，抢走金饰。同时，其中一名匪徒用枪制服了金店内的保安人员，店内的职员为了保命，马上冲出店外找地方躲藏。消息说，匪徒得逞后逃往金店附近的停车场入口方向，临走前还留下了一只手套，整个过程不到10分钟。警方接获投报后马上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并且向金店女职员和广场内的目击者录取口供，以及向广场管理层索取闭路电视画面协助调查。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95结伙抢劫条文调查此案。伊斯兰党坚持要在吉兰丹州落实伊斯兰刑事法，但是因为355法令修正案还没有获得国会通过而无法落实。另外，以穆斯林占多数的登加楼州会否跟随丹州的步伐同样备受关注。但是登州政府表明，在完成深入研究前，当局还没有准备好要在登州落实一刑法。登加楼州务大臣的督阿法拉西表示，要执行一刑法就必须要取得州议会的通过，并获得登州苏丹的同意。他也强调，只有355法令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州政府才能够知道一刑法的权限，接下来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而不是现在就仓促地做决定。早在2001年，也就是一党执政登州期间，州议会已经通过2001年伊斯兰刑事法，并且在去年11月通过修正案，以加重触犯法案的刑罚。然而到目前为止，登州还没有执行这项法令，目前还在等待国会通过355法令修正案。登州行政议员加萨利达耶早前谈到，登州将会持续斗争，以便早日能够在州内执行一刑法。他甚至表明，登州将成为下一个印尼亚旗，并且把当地执行的一刑法视为典范。蜜枣是穆斯林度过斋戒月的必备食品，不过社交媒体流传一张蜜枣内含有蟑螂卵和甲虫的照片，引发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对此，卫生部已经宣布介入调查，并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卫生总监Dr. Noor Hisham 发文告写道，当局严正看待食品安全的问题，并将会加强监督本地市场还有从国外入口的蜜枣产品。他也劝请公众行使消费者权利，确保所购买的食品干净和安全使用。文告还说，民众在购买任何食品前应该要阅读标签，同时通过看、闻和尝三种方式来避免误食过期或受到污染的食物。诺伊尚也呼吁民众，一旦发现任何有关食品安全及卫生的问题，可以联络各州卫生局办事处或通过卫生部网站查询详情。配合斋戒月的到来，马六甲州宗教局将会展开执法行动，对付在斋戒期间进食的穆斯林。当局还会向非穆斯林餐厅进行检查，确保业者不会售卖食物给穆斯林。星期六是穆斯林斋戒的第一天，加州宗教局就已经对15家餐厅业者展开突击检查。Pada puasa pertama ni mungkin dia dapat bau lah gerakan kita dan mungkin dia mereka juga ada lokasi-lokasi yang baru yang belum kita pergi pada hari inilah. InsyaAllah operasi kita akan terus setiap hari kita akan buat operasi di bawah Seksyen 49 tidak berpuasa dan harap mereka tidak
apa tu namanya tidak melanggarlah section ini。根据加州伊斯兰刑事法第49条文，一旦穆斯林被发现没有斋戒，将被罚款1000令吉或坐牢6个月或两者兼之。另一方面，登加楼州政府早前也宣布禁止州内所有餐厅业者还有斋戒月市集在下午三点前营业，防止穆斯林进行不道德活动。不管怎样，当地非穆斯林商家并不会受到这项条规所影响。在这喧哗的闹市里，可以放下烦恼，抛开尘俗，想必是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之一。大马佛光山最近在新马寺举办的短期出家修道会，吸引了超过上百名来自6个国家的民众参与，一同学习如何静心体验生活，领悟佛法的真谛。大马佛光山第15届双语短期出家修道会从5月24号开始已经在新马寺盛大举行。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该寺从去年开始启用后第一次迎来双语短期出家修道会，并且以中英文双语进行。星期四早上，在法师的引领下，众人虔诚受持戒法，受领衣以及钵具，成为真正的出家人。众人在学习穿海青搭袈裟，从起初的手忙脚乱到现在逐渐熟悉，这也让大家了解到一切的行住坐卧都是在于修行。佛光山住持觉省法师透露，今年共有超过300名来自各国的民众参与，当中包括大马、新加坡、中国、台湾、文莱以及印尼等多个地方。所有的参与者都是来自不同的领域，大部分都是拥有专科大专学历。他也表示，在近几年的修道会都有出现年轻化的趋势。有别于以往的模式，今年修道会则会出现一些调整。男众戒子并不需要进行剃头仪式，而戒子也不用过午不食，因此这次的修道会将会专注在课业上。觉省法师表示，短暂出家修道会对社会进化有所帮助，在修道会结束后，人们的心态将会有所改变，姿态也会变得更柔软。在这长达五天的活动中，主办单位希望让所有参与者学习到感恩，懂得放慢脚步，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下一节新闻要告诉你，英国宣布将安全警戒级别降到严重水平。美国白人向两名穆斯林少女进行骚扰，并刺死两名劝架的男子。华语新闻稍后继续。Sempena sambutan Hari Gawai dan Hari Kamatan yang disambut saban tahun oleh masyarakat di Sabah, Sarawak dan di Malaysia. Nilai-nilai perayaan itu boleh dijadikan sebagai iktibar kepada kita. Para petani bekerja dengan keras untuk mengeluarkan hasil dan hasil yang dikeluarkan itu memberi manfaat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Justru pada Hari Gawai dan Kamatan ini, saya ingin mengajak kita semua untuk menyambut perayaan ini, dan ini menandakan bahawa sumbangan setiap kumpulan etnik di dalam negara kita tetap dihargai oleh kita bersam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Gawai dan Hari Kamatan. Kutubian Tadau, Tagazodo Keamatan, Gayu Guru, Gerai Damai.五月初五端午节，又是粽子飘香的季节，一起来了解客家粽、海南粽、广东粽和娘惹粽。欢迎回来看国际新闻。英国航空公司27号发生了大规模的系统故障问题，导致伦敦两个机场的航班全部被迫取消，造成数以千计的乘客滞留在机场多个小时，让机场陷入一片混乱。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全力的进行抢修，截至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起事件和网络攻击有关。当地时间星期六，由于电脑系统故障，英国航空公司的网站、票务系统和技术设备等等都出现了瘫痪的现象。
事故造成的当局不得不取消在伦敦两个机场，也就是希斯罗机场和盖特威克机场起飞和降落的所有航班，导致大批乘客受到影响。We have experienced a major IT system failure that is causing very severe disruption to our flight operations worldwide. All of our check-in and operational systems have been affected, and we have cancelled all flights from Heathrow and Gatwick for today. So if you were due to fly with us this evening from Heathrow or Gatwick, please do not come to the airport. 对此，英国航空公司主席克鲁兹随后发表声明向所有乘客道歉。他也澄清，这次航空公司面临的系统瘫痪问题，相信是电力故障所引起的，并没有迹象显示系统是遭到电脑黑客攻击。Our IT teams are working tirelessly to fix the problems. We believe the root cause was a power supply issue, and we have no evidence of any cyber attack.当局曾经估计，系统将会在当天晚上6点左右完成恢复，让所有的航班都可以如常起降。不过却在之后宣布取消当天所有的航班，使得大批乘客感到十分不满。I felt like really cross because it was the last minute we decided to go away, but it was like a once in a lifetime again, and then we now lost a holiday basically. So, and when we arrived back at the hotel, we're told there's no rooms.Well, we were on British Airways coming from Vancouver to Heathrow, and then as soon as we got to Heathrow, they said everything was shut down and no connecting flights. We're trying to get to Prague. We have no bags. We have no hotel because everything is booked up. And now we have to stay in London and spend over $1,000 for a hotel room. And we're really, really, really angry.尽管如此，这起事件并没有对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造成影响。阿富汗东南部省份霍斯特星期六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政府表示，一个为美军提供安全保障的保安人员车队在巴士站附近遭遇袭击，除了酿成人命伤亡，附近的建筑物和多辆轿车也被炸毁。虽然袭击目标是保安人员，不过大部分死者都是平民。警方透露，由于许多伤者情况相当严重，因此当局不排除死亡人数有可能会进一步攀升。来关注英国曼彻斯特演唱会恐怖袭击事件的最新进展。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宣布将国内的安全警戒级别从最高的危急水平降低到严重水平。至于英国警方的调查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共有13个人落网，其中的11个人依然被扣查。在曼城爆炸恐袭案发生后，执政保守党和最大在野党工党都同时宣布暂停大选竞选活动。此外，英国政府更是严阵以待，立即将国内的安全警戒级别提升到危急水平。当地的保安在过去几天也明显加强，超过1000名荷枪实弹的警员在街上巡逻，随时做好应对恐袭的准备。不过，随着执法当局在事发后迅速采取应对举措，成功为案件调查取得重大进展，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宣布将国内安全警戒级别从危急水平降到严重水平，这也意味着再度发生恐袭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但是风险依然很高。Yes, I've just chaired a meeting of COBRA this morning where I've been updated by the police and the security services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Monday's terrible attack in Manchester.A significant amount of police activity has taken place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there are now 11 suspects in custody. In the light of these developments, JTAC, the Independent Joint Terrorism Analysis Centre, has this morning taken the decision to reduce the threat level from critical to severe. The public should be clear about what this means. A threat level of severe means an attack is highly likely. The country should remain vigilant.同时，英国警方又成功逮捕了3名涉案嫌疑人，使得在英国和利比亚两地被捕的人数增加到13人。目前还有11人被扣查，他们的年龄介于18到44岁。警方怀疑自杀式袭击者萨尔曼·阿比迪是使用表亲所经营商店的原料制造炸弹，因此警方已经将阿比迪的这位表亲逮捕归案驻查。So I can say that the high pace and rapid progress of this investigation is continuing.Indeed, there were 3 more arrests overnight. We now have 11 men in custody.
There's now 17 searches either concluded or continuing on various addresses, largely in the northwest of the country. And we're getting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paration of the bomb. 警方表示已经逮捕了多名与阿比迪有关联的可疑嫌犯，而拘捕行动相信会陆续有来。另外有英国媒体指出，警方已经锁定了最后一名嫌疑人，但是估计他有可能已经逃离曼彻斯特，目前警方正在追捕他的下落。不管怎样，警方指出已经掌握了整个恐袭网络，并呼吁国民不必过于担心，可以如常生活。美国再次发生种族纠纷事件，一名美国白人在列车上向两名穆斯林少女进行骚扰，有三名男子试图阻止他，让他冷静下来，不料反而被他用刀刺死。这起事件一共造成了两个人死亡，一个人受伤。这起刺杀案的目击者表示，克里斯提安先是在轻轨列车上进行各种咒骂，最后集中咒骂车上的两名穆斯林少女，其中一名少女戴着头纱。Get out to the bus or get out to the country because you don't pay taxes in here and he doesn't like Muslim because they're like criminals. 这时现场有三名男子挺身而出，想要阻止他，企图让他冷静下来，结果反而被他持刀袭击，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送院后不治，一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 Take out the knife and cut three of the guys on the neck. 犯案的克里斯皮安在几年前曾经因为抢劫和绑架罪名入狱服刑，警方也在事发后立即将他逮捕归案，目前被羁押不得保释。据了解，克里斯提安将在美国时间星期一被警方以谋杀重罪控上法庭。至于两名遭到骚扰的女子，则在警方赶到现场之前就已经离开。他们的父母在事后向媒体表示，两人都是未成年少女，当时凶手高喊穆斯林都该死。现年35岁的克里斯提安曾经在脸书发文指出，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希特勒，那么他要加入特朗普的亲卫队，把不遵守基督教规的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送到集中营和焚化炉。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呼吁特朗普要出面谴责这种行为，但是也有美国右翼保守派人士在推特发表言论说，穆斯林天天在杀人，反穆斯林攻击事件却很少见，并认为这起列车行刺案是被媒体放大报道。美国狂人总统特朗普上任后首次海外出访备受全球关注，不过更加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他在海外访问的时候做出不少出位的行为，令人费解。不少专家解读他的肢体语言，发现他看起来不安又孤僻，指他没有好好展现美国在国际间所扮演的角色。作为第一次出访的重头戏，曾经宣称北约过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5号到访北约总部。Saying that NATO members must finally contribute their fair share and meet their financial obligations. 形象嚣张狂妄的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要求盟友缴付更多的保护费，不令人惊讶。但是最吸引眼球的一幕，你没看错，与会领导人准备合影时，特朗普一把就推开了黑山总理马尔科维奇，挤到前排。我们再看一次重播。特朗普推了人家一把后，若无其事地整理衣服，翘起嘴唇，那表情俨然一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而他的这一推也让他上了国际媒体版位，而且黑山媒体还讥讽特朗普想要抢锋芒。不过看在肢体语言专家的眼里，却认为特朗普虽然外表给人狂妄自大的感觉，但内心却是不安又孤僻。Body language tells us a lot. It tells us a lot what's going on in terms of a person's emotion. And with Donald Trump, we certainly see everything that's going on emotionally. He was smiling, but you could tell it was a tense smile. It was kind of an angry smile. 特朗普此行也会晤了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也让马克龙体验了一回特朗普式的握手外交。两人的握手被国际媒体诠释为握手的绝地，但专家认为特朗普更想要表达的是大家是平等的。If Donald Trump likes you,
he lets you know it through his handshake. You have two strong leaders, and they were showing their physical strength to one another through their handshake. It wasn't a white knuckle situation, it was described in the press. It was really a mutual strength. 北约组织距离去年华沙峰会不到一年就再度举行领导人会晤，在北约历史上并不常见，而且这次的会议议程也非常简短。其实更主要的目的是为美国新领导人特朗普和盟友创造面对面沟通的机会。不过在这场看似专门为拉拢特朗普而办的峰会上，他的言行举止却再在诠释着美国优先的口号，实在不晓得北约领袖是否买账。阿森纳打败切尔西，第13次赢得英足总杯冠军。中小学生齐聚一堂，展现踩踏独轮车的高难度绝技。稍后回来有详细报道，别走开。五月初五，端午节，又是粽子飘香的季节，一起来了解客家粽、海南粽、广东粽和娘惹粽。澳洲黄金海岸苏迪曼杯羽球赛昨晚举行了半决赛，中国队凭着男单、男双和女双拼命抢分，以3-2击退了日本，并在今天的决赛中和韩国一较高下。一般预料中国队实力雄厚，有望连续7届赢得冠军的头衔。来自中国的混双组合郑思维和陈清晨原本想要抓住日本的弱点取得开门红，不过两人意外以12-21、21-14、19-21败给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随后上演的男单比赛中，中国凭着超级单林丹以21-19、21-16战胜了西本权太，扳平比分。接着登场的男双组合李俊慧和刘宇辰咬紧牙关以23-0打败加春健士和原田启悟，让中国以2-1反超日本。不过女单比赛方面，顶着压力上阵的孙瑜全场无法抵挡山口茜的犀利进攻，以17-21、15-21吞败。来到最关键的女双，年仅19岁的陈清晨和贾一凡经历了55分钟的拉锯战之后，以21-12、21-19力压奥运冠军松永美佐纪和高桥李华，让中国连续12届闯入决赛。英格兰足总杯决赛，枪手阿森纳以2-1勇挫英超冠军切尔西，第13次登上冠军宝座，成为英足总杯史上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比赛开始第4分钟，枪手凭着一个争议性的进球取得开门红，阿森纳前锋桑切斯看似以手阻挡对方的球后，将球推前并把球射入龙门，裁判原本宣判进球无效，但与司线员商讨后宣布阿森纳进球有效。来到下半场，切尔西加强攻势，科斯塔在禁区破关扳成1-1，不过在3分钟后，拉姆瑟在禁区接获吉罗妙传头球破关。第86分钟，科斯塔近距离射门被奥斯比纳挡出，阿森纳随后反攻，可惜厄齐尔却射中门柱。就这样，阿森纳保持这项成绩直到比赛结束，主帅温格终于扬眉吐气，带领阿森纳赢得第13个冠军，超越了12次夺冠的红魔曼联，成为足总杯史上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球队。一般学校的课外活动大致上离不开制服团体、学会和团刊运动。不过近年来，我国一些中小学开始出现了以独轮车作为课外活动的项目。独轮车顾名思义就是只有一个轮子的自行车，常常是杂技表演的一项道具。下来就要带你到第2届雪州青少年独轮车精英赛的比赛现场，看看选手们如何展现高难度的独轮车绝技。看看这群孩子，虽然年纪小小，但是却能在独轮车上自由自在的踩踏。其实他们都是经过好长一段时间的苦练后，才有今天的成果。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学的？一开始的时候，每次上手跌跌跌。然后有没有想要放弃呢？有，但是我一直坚持上。
感到害怕呢？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也会有。那你父母亲有没有就是很支持你学习这个独轮车？有。那时候我是因为好奇嘛，毕竟独轮车只有一个轮子。过后呢，参加独轮车过后，记忆力有增强。你做一些技巧的时候，它会让你记起你要怎么做吗？表演的时候可能你要做这个招数，所以就可能会帮助你的记忆力。因为看到老师先表演就感觉很好玩，很特别，所以就想要学。那你是一个女生啊，妈妈他们会不会担心你骑脚车会跌倒啊什么？不会。然后他们会支持你学习吗？怎么样支持？就是比如说比赛或什么的，他们都会来支持观赛。由东南文化主办的雪州青少年独轮车精英赛27号下午在黎明华小大礼堂举行，吸引了12岁以下以及13岁以上的独轮车手参与。比赛分别以20米慢速、20米竞速、场地障碍以及技巧组合来进行。在技巧组合方面，参赛者除了必须掌握独轮车的功夫取得平衡以外，还必须配合音乐做出各式各样的动作，难度可想而知。一般上学员必须连续几个星期的集训才能掌握骑上独轮车的技巧，而要能够做到这样的高难度动作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表演的话至少要2年的时间，一年的话就可以参加比赛。如果他们根据不同的特性，他们会有不同的程度的去完整度，去完成他们所要展现的表演。筹委会主席王永泉表示，经过多年来的推广后，独轮车已经开始在马来西亚扎根，而且越来越受家长的欢迎，因为对学生在课业的学习上大有帮助。其实独轮车刚开始在马来西亚推广应该是七八年前，当时发现马来西亚没有这个项目，也是一些学校的校长来建议啊。因为独轮车刚开始推广其实是蛮困难的。一个学校也就几位学生，10多位学生，原因是很多家长误解独轮车它是小丑啊，或者是一些杂技的表演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独轮车在国外很风行，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特别是对我们小孩子的那个注意力集中力啊，反应能力非常大的帮助。经过一番的比拼后，12岁以下的冠军得主由陈文静夺得，而13岁以上的冠军则是由温恩妮拿下。 RTM 张忠林采访报道。新闻的最后给你送上第二届雪兰莪青少年独轮车精英赛的精彩表演花絮，一起看看独轮车手如何团结一致，做出各式各样的花式动作。我是张忠林，感谢收看，再会。